爸，哎呀，能不能听点话，好好锻炼锻炼呢？你俺家钱顺风没事就说，说啥了？哎呀，我就怕呀，怕这个孩子万一长得像你家人是咋整？你看你爸这体型，你妈这体型，你大姐这体型，我怀疑你家是不是有老窝瓜基因呢？爸，你说这孩子万一长得像个窝，使劲拍，拍也没用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把痱子吐出来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回来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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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哎，哎呀，我的天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跑沟帮子去了？哎呀，媳妇儿啊，我寻思，反正也是跑，既然都跑那么远了，我干脆给你带个烧鸡回来。你表现的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表现不错啊。哎呀，媳妇儿啊。你还别说，这名牌烧鸡是不一样，是吧？我造了一个啊，给你们俩带回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爸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嗯，你说在咱们家，就我钱顺风这小体型，啊，我这也不胖啊，你为啥非要让我减肥呢？让我跑一天三万步干啥玩意儿？主要是怕我们家的老窝瓜基因传染给你。不能，爹，能。万一你俩生的孩子长得像个窝瓜呢？爸呀，你是不是听我们两口子在屋里说话了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快七十的人了，我听你们年轻轻小两口说悄悄话啊？不过你后边说那句你爸挺善良还是挺有道理的。爸爸，爸呀，俺两口子那开玩笑呢啊。不是，你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？是不是？怎么的了？啊，这哪是开玩笑的事儿 啊！你看我们家是窝瓜，你们家是土豆，这一嫁接，将来他生那孩子不生出来就是个小瘪茄子吗？